为着要帮助台东的植物人兴建安养院，原住民大学生除了以赛德克勇士出草的舞蹈表演，响应爱心园游会的募款以外，更是地上工程帽、爱去阿摩托包、装啊角石头，希望会当尽家己一份力量。因为在原住民家庭里面，在台东的偏僻乡下，有一个植物人在家庭就已经会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，所以当我们接听到有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我们当时就已经开始筹划说好，我们就决定要这个活动了，我就二话不说就答应人家了。随后原住民精美的仪式象征活动将成功丰收，也团结各界的力量，大家无分你甲我，为弱势族群来付出心力。那这一次非常不容易，我们元晋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，我们的吴承宪吴董事长愿意抛砖引玉，来募捐的很多的捐赠很多东西，包括油鸡，还有我们的姜母鸭，来当天要来义卖。用婚姻观还未成立植物人的安养院的时阵，植物人拢爱送到邻近的县市，为着要帮助台东会当就近来照顾植物人。希望大家发挥爱心来支持。那创世基金会支持一县市一安养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全台帮助云林地区建置安养院的这一份心，把它远播到我们台东地区。五月二五加倍圆满爱心园游会，将伫斗六个人文公园来举行，欢迎乡亲一同来发挥爱心，帮助台东的植物人。请大家帮帮植物人，加倍圆满，一啦，呜！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